飞镖小校门，箭孔准星气球，三点一线。Hit the booth 啊！谢谢。小姐姐也是来度假的，那边还有拖伞和热气球。May I have the pleasure of your company？ 嗯。这些项目，恐高的人最好不要轻易尝试。怕高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去潜水。我可是 Master Scuba Diver 级别的。嗯，天气热，我正好想下水。可是据我所知，这位小姐姐好像连游泳都不会啊。嗯，那可以去 hiking 啊。嗯，山上的风景还不错。好啊。这么大的风，露营、爬山，不得把人吹没了呀？嗯，你们两个是？我跟他没关系。小姐姐，家有恶犬早说嘛，君子不夺人所好。嗯，我先撤了，你们慢慢聊，慢慢讲。